我要一个比头还大的 QQ 弹。哇，听说江湖中出现了拉面喵王。拉面馆的味道。猫王复出拉面江湖，各位豪杰请接招。说的对，是该换个高薪工作了。我这就去赶集职招上看看，上面都是真实企业直接招，还能 VR 实景看公司，不光能买下午茶，还能给你买罐头呢。老板，把它做成龟苓膏。我的猫捡到了一只乌龟。今天一如既往的带猫王吃草，猫王沉迷于吃草无法自拔。我突然发觉角落有一个龟壳，正打算做个龟苓膏，龟壳钱都省了，让我看看成色如何，别臭了。哦吼，居然还有肉，看来应该太久没有水干死的，肉都干了，不过是不是有可能还活着，赶紧带回家泡泡水，放到水里泡一下。怎么没有反应，要相信奇迹，用罐子翻面看看。还是没有生命迹象，先不管了，过一会再来看。居然伸出了头，让我再确认一下，居然复活了，真是一只坚强的小乌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要把它做成龟苓膏吗？